好，现在该佛教界人士发表一下看法。刚刚禅修回来的文道，不是，我是觉得，你这种事情啊，比如说换妻啊或什么，你本来可以从伦理学的角度，很学理、很逻辑来分析，他到底有没有错，对不对？那我觉得李银河教授的说法是对，他成年人自愿的决定，没有伤害到其他人，没有受害者，嗯，这都对。可是问题是这样，要反过来看，世界上有很多地方的法律，他制裁的一些行为或者被他认定为罪行的一些行为，其实也没有受害者。我举一个简单的例子，比如说新加坡到现在为止，人家把鸡奸视为一种罪，大部分中东伊斯兰国家也是一样，对不对？所谓鸡奸其实肛交而已。说两个成年人肛交是他们的自愿行为吧，没有受害者吧，那为什么你把它视为一种罪？所以我想说的是什么，就法律啊，跟伦理不一样的地方，在伦理上我们可以辩论，我可以用很哲学的方法辩论，我甚至会同意李银河教授对这件事的看法。嗯，但一个国家实际运作的一些牵涉到道德的法律，往往有时候要决定于这个社群、这个社会对这些事有没有一个起码的共识水平。嗯，这就是我说的嘛，中国人口这么多，比如说每个人，我再举个很简单的例子吧。你如果要讲这个话，比如说像为什么我们国家不能开放黄色网站呢？黄色书刊呢？这有受害者吗？假如我只是限定好说不让十八岁，假设我说他会让十八岁下的青少年受害，我不让他看就行了吧？成年人你爱看谁就看谁，比如说最近在中国很红的那个叫苍井空是吧？不知道，你不知道，现在有一个日本的 AV 女优嘛。他在 Twitter 上面跟中国影迷打招呼嘛，结果震动中国网界，一大堆中国网民都学翻墙上 Twitter， 结果使得他现在成为 Twitter 的微博 ，Twitter 那个微博女王。然后他用日文呢，跟中国的影迷打招呼。那么而且呢，像很多的新浪微博那些人都不干了嘛，说怎么他只上 Twitter 不来新浪呢？跟着最好玩的是这个 AV 女优啊，他还说他用那个翻译软件。比如说我要多谢我的中国的粉丝 fans， 结果中文翻译出来变成什么，我要谢谢我中国的球迷，结果呢这个中国他那些粉丝都哎呀，球迷这个字译的好，我们也的确是你的球迷啊，他们联想到波去了。对对对，然后呢你像跟这种事儿，比如说像这些，你为什么不能让大家公开去看呢？为什么街上我们电视上不能放黄色电影呢？假如你说这也是没有受害者，没有受害者，成年人自愿，你愿意给我看，我愿意看，我是成年人，对不对？但就是不行，就是因为它破坏了我们这个社会对某些行为的，某些牵涉道德行为的一种共识标准。所以啊，所以要怎么样找到这个共识呢？我就觉得李银河博士是理性的，对，但是对的。我又必须指出呢，人类社会从来就不是理性的，一半理性一半非理性，很多人的思想啊是受着一些习俗吧，咱们可以叫习俗，风俗习惯的影响。这个风俗习惯严格按照这个理性来说是可能是经不起推敲的，对吗？但是呢现实存在吧，比如说我现在就觉得网上现在的很多事儿，我宁愿我爸爸妈妈他不知道，他们就不能上网，我觉得挺好，你们知道这些事儿干什么，完全你们也不能理解不能接受，对不对？这天看着自己添堵。但是从李银河这个博士自己讲的，你比如说他说我本人也不知，他说我本人实际觉得一夫一妻制挺好的，我本人觉得这个什么灵性欲都是一种选择，对吗？他说但是我必须指出，就像子东老师说的，这个社会里有极少数人他有自己特殊的这个性行为的方式，对吗？那么他们关起门来自己的事情，那么法律要不要以道德的名义，这所谓他担心的是什么呢？就是公权力侵入到私人空间，侵入到私人生活范围内，就是他也有一个从个案推及全体的思维方式，就是说如果这样可以的话，那么接下来需要警惕，西方知识分子很警惕这个，就是说公权力你能不能侵入到我家门里边去。哎，他提出的是这么一个问题。对，这个有这里边有三个东西，一个是我们称之为作风的东西，第二个是一个道德，第三个是一个法律。我们以吃东西来比方最容易解决问题了。我们大部分人一般吃东西是一个习惯，如果我们说它是一个道德的话，那么另外有些人他吃的比你少，他很精选，比方我吃素，那这个算作是一个作风的层面，他比你更。但是法律另外还有些人，他比方他喜欢吃蟑螂，他也吃吃蝎子，哎，什么吃蝎子。
那法律也不禁止，因此也没有说吃蟑螂的人就犯法。换句话说，道德是那个这个法律是要比道德低的，对啊，作风是要比道德高的，你明白，在吃的问题上比较明白。但中国呢，因为多年来呢，因为阶级斗争、革命时代，把法律跟这个作风啊混为一谈，因此呢，法律要求的东西啊比道德还要高。中国现在的出现的情况，为什么这件事情，我相信哈、啊，最后肯定会判他有点问题，因为客观上在中国的确会发生这样的情况。假如你说这个事情不犯法吧，还真有很多人会去做，他本来都没想到的还真会去做，就是因为我刚才讲这个原因，在中国多少年来形成了大众的一个习惯，一个特殊的国情，就是说哎，反正人家能做的我就能做，你也不问你想不想做，哎，他也不问想，哎呀，过了再说。现在能换妻了我，你明白没有？所以这个为什么会造成这个情况，就是把作风的问题提倡本来是一个集团要奉守的纪律的问题，跟一个法律这两个东西混淆了，把这个法律放在比道德更高的程度，法律一高，人人犯法。人人犯法的情况下，只要不被抓住，我都可以做。这个是一个很不好的一个情况。哎呀，可以换妻了吗？不行吧？不过咱们接下广告，锵锵三人行，广告之后见。